种 model 他们是专门做什么的？外拍，因为前阵子发生那个事情，我们小模的事件，他会要求你说你小屁屁翘高一点。哈，我真的觉得，其实你可以讲臀部，越拍他就是会可能勾你肩啊，揉你腰啊。他说好啊，那你不给我碰，那我以后就不拍你。因为有人会误会，有一个男生要亲那个女生，结果女生说不要脸，那男生说哦，那我亲嘴好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大名单。